程密传暗语，习近平推重磅决议，吓到了郭声琨向习近平喊话。欧金中案疑点甚多，民众呼吁公布执法记录仪。城中城大火，专家表示50多辆摩托是惨剧的关键。一带一路项目造价飙涨，印尼被迫投入国家预算。德国媒体警告北京很可能以商逼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摔断胳膊。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两岸新闻，我是王静怡。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号开会，决定在11月8号到11号与北京召开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听取关于中共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19届六中全会审议。也就是说，正如此前的疯传，本次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第3份历史决议。此前外界一致关注这一传言会否获得证实，因为这将是反映习江内斗的一个窗口。前两份分别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东北网10月19号报道上述消息时，评价前两份决议说，这两个都是在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做出的总结，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核心地位，成为进入毛泽东时代和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标志。毛泽东在此后成为了中共第一代核心权威，直到1976年去世，前后历时30余年。邓小平时代也是以此为起点，涵盖了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历时40余年，一直到中共18大召开，习近平成为新的领导人。被归入中共外宣体系的多维网暗中传递出习近平推出第3份历史决议的用意，中共百年历史将被重新断代为毛邓习三代，将两届前任江泽民与胡锦涛归为邓小平时代。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掌权至死，中共自从邓小平之后才实施任期制，抹掉江湖也就抹掉了所谓的任期制，习近平将自己树立为与毛邓并列的第3代领导人，为终生掌权铺平道路。确定六中全会召开时间并明确届时将通过第3份历史决议，显示习近平在近短时间的权力内斗中获得了小胜，估计这与本月初孙立军被双开及傅政华落马案有密切的关系。时评人士陈破空在最新的一档直播节目中透露，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体系内耳语相传说康熙扳倒了鳌拜，似乎习家军在权斗中取得了某种重大的胜利。不过陈破空说，鳌拜究竟是指谁？是江泽民、曾庆红等政治老人，还是目前某个朝中的大臣？目前尚不明确。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两份历史决议都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在党内斗争胜利后推出的。毛泽东当年是赶走了王明，邓小平则是扳倒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但习近平目前似乎并没有完全取得中共内部斗争的胜利，他急急忙忙地推出第3份决议，与中共20大将至有关，这恐怕将进一步地引爆中共的内斗。但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既然推出这份决议，估计也已经为未来进一步的打击政敌做好了准备。正如此前分析人士的预料，从现在至明年的夏季，估计会有更多的内斗戏码上演。此外，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与赵紫阳似乎在重新断代时被抹掉了，而且多维还放风指出，第3份历史决议可能对中共只是颂扬，没有批评。这样看来，即便在中共阉期专制制度被国际社会围堵的当下，习近平也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打算。据中共官媒10月18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17号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治建设专题会议上说，要深挖彻查孙立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重点领域，确保见人、见事、见案、见结果。
郭声琨还表示，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习核心保持高度的一致。就在郭声琨作出上述表态的第二天，10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下个月六中全会上通过为习近平继续掌权服务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外界认为，郭声琨的表态侧面地证实了中共官场有异动，江泽民、曾庆红等反习势力受到了某种打击，郭声琨为求自保不得不向习核心服软。中共去年底展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最受瞩目的除了孙立军，还有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在今年10月2号落马。当时郭声琨迟迟没有发声，一直到10月8号，傅政华落马仅一周后，郭声琨才公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孙立军的处理决定和对傅政华进行调查的决定，以及坚决彻底肃清流毒影响。郭声琨的这种迟缓与敷衍，与唐一军掌控的司法部连夜表态及赵克志屡次在公安部强调与傅政华划清界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声琨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他与曾庆红有姻亲关系，是江曾派系安置在政法系统内的权力代言人。从孙立军去年落马时起，观察人士就预估郭声琨和孟建柱一定提心吊胆，他们的上线江泽民、曾庆红恐怕更是如坐针毡。福建莆田案凶嫌欧金忠10月18号下午在平海镇上林村附近的一个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一事，在网络引发了巨大的反应。中共福建莆田市公安局秀渔分局通报了上述消息。意外的是，即便是在受到严厉管控的微博等中国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质疑官方的说辞，为欧金忠鸣不平的声音。在澎湃新闻相关消息下，截至发稿前，网民的留言评论已经超过1.8万条，全在质疑警方的说法。有人质疑，冻了8天、饿了8天的人怎么会有力气拒捕？也有网民根据参与现场搜捕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推断，欧金忠当时状态还可以，躲在山洞以吃红薯为生，看来求生欲望正常，自杀的说法透着蹊跷。还有观点指出，莆田市警方的通缉令写明，活捉欧金忠赏金2万，发现尸体赏5万。按常理说，都是抓活的比抓死的赏金要高，这是明摆着根本就不想让欧金忠活着走到审判厅，让公众从审判看到国家机器的冷酷无情。最后欧金忠果然是一抓到就死，但绝不是自杀。心生疑虑的中国网民呼吁警方公布现场的执法记录仪。网民感叹，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孟晚舟，谁成想我们都是欧金忠，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台湾高雄市城中城大火造成46死41伤的惨剧，专家10月10号重返火场勘查，发现一楼违规停放50多辆摩托车，燃烧后形成极大的火载量，是造成住户伤亡惨重的关键之一。据自由时报消息，专家们疑虑为何消防队员抵达时一二楼已经全面燃烧。目前虽不排除人为因素，但也发现一楼废弃商场违规停放50多辆摩托，且几乎都烧成了骨架，研判是造成惨重伤亡的关键。消防人员说，一楼室内完全没有消防设施，当摩托车被引燃时，就像被丢一个汽油桶，造成大量的浓烟沿着废弃商场往上。如果各楼层有防火门，还可以阻挡部分浓烟，但勘查发现各楼层的防火门不是被拆掉，就是无法关闭，以致浓烟快速地沿着手扶梯、楼梯及电梯井往上窜，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消息人员还透露，大火被扑灭后清点现场时发现，很多住户卧倒在走廊、楼梯，疑似是想往外逃生，却被浓烟呛昏致死，倒是7楼住户关门等待救援，毫发无伤。中共在印尼主要的一带一路项目雅万高铁建设及工程一再延期后，现在又传出造价飙涨。据印尼点滴网的消息，印尼中国高铁公司执行长德维亚纳10月18号表示，为不增加成本，高铁全线减少一个车站，改为设立4个车站。
印尼政府日前也改变立场，同意动用国家预算。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西爪哇主要城市万隆，是印尼的第一条正在兴建的高铁路线，全长预计140多公里。雅万高铁案曾经是中日高铁大战的缩影，直到2015年，印尼政府表明不想出钱，也不想以政府作为财务担保，令日本却步。但正逢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主要国策强推，于是，一进一退之间，中共最终拿下雅万高铁项目。中国中铁等中资国营企业与印尼国营企业合组印尼中国高铁公司，中资占40%，当时宣布2019年完工。但之后遭遇土地收购争议、疫情等冲击，工期被拖延。雅万高铁的造价也从中方最初提出的55亿美元升至现在的86亿美元。中方当年以保证无需印尼政府出资或担保的方案获得了标案，但如今高铁造价飙涨，印尼总统佐科威被迫于10月上旬签署一项总统令，允许动用国家预算支援该工程。印尼的《雅加达邮报》日前呼吁，佐科威应利用20国集团高峰会的机会，向习近平反映雅万高铁的问题。德国之声10月19号引述《每日镜报》指出，中共将手伸向了德国码头，未来德国政府一旦主张强化德美关系，北京很可能采取以商逼政的策略。报道写道，在中国，每一座港口、每一艘船都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控制。同样受中共控制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前不久购买了德国汉堡集装箱码头35%的股份。文章表示，北京越来越强硬地贯彻自身政治利益，并利用别国的经济依赖要求政治效忠。2017年，希腊否决了一项欧盟提交联合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而希腊最重要的港口正是由北京控制的。文章最后写道，下一届德国政府一旦主张强化德美关系，那么北京就将很有可能会采取以商逼政的策略。不过在过去几周，中国大规模的限产停产使在华的欧洲企业受到影响，不断有分析师和经济专家就中国经济走势及对欧洲的影响发出警告，说风险因素之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香港政府10月19号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8号晚上在礼宾府跌倒受伤，留院至19号早上9点多才离开医院，林郑将暂时休假。香港传媒拍摄的画面可见，林郑月娥19号早上身披粉红色外套走出玛丽医院，右手包扎并被架上了拖带。她没有回应传媒提问，只是向记者点头及挥手，由多名人员陪同上7人车离去。当天稍早，港府声明指出，林郑月娥是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肘轻微骨折，按医生建议将暂时休假，19号的行政会议被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署理行政长官职务。以上就是这期两岸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期见。